展望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在校园内呢推动优质课程的继续的拍摄与录制，尤其是本校有许多非常杰出的资深教师，他们即将届龄，这些课程在清华大学都有二三十年的口碑，都是学生们心目中非常优质的课程。我们希望在这些教授退休之前，能够将这些优质的课程记录下来，让这些优质的课程成为经典，让之后的学生以及老师能够有机会观赏到大师或者是教授们的精彩上课的风采。另外，我们也会邀请中生代的一些教授老师们来录制他们的经典课程，让这些课程可以在校园中发挥更大的力量，也可以让新生代的老师可以观摩中生代老师的一些上课的精彩风范。最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将本校一些非常优秀学生在上课所写下来的笔记进行这个笔记分享，也就是将他们上课的精彩内容透过学生书面的记录能够分享给全世界有兴趣这门课的同学，让他们可以看到这些学生在过去上课所记下来的非常精美的笔记。我相信透过这些分享，我们能够将这个课程做更有效的推广。